你进一步说话，来。有事儿在这儿慢慢说，在这儿好好说。你不要以为这几年你给律所赚了些钱，就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什么意思啊？大庭广众撕破脸是吗？好啊，我陪着你啊。让我们整天像你一样吗？整天搞一些法律援助、公益诉讼是吗？事务所这么多人，陪着你喝西北风啊？ 律师就是要用自己的职业操守和毕生所学，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不是任何人的帮凶，更不是给权贵擦屁股的。三少手机，赶紧帮我拿，有急事儿。 刚才我们开策划会的时候，罗欣然跑进来了，我们说的话他都听见了。我车，我车！现在对不起，赶紧叫刘总回报，我去追人。110，车号多少？车号多少？ 86X。 什么？谁要杀你？是邓小仙，后面有两辆越野车在追我。我现在往高速去，往海滨方向开。我发现了很重要的情况。发现什么了？你告诉我，你究竟发现什么了？
现在出现一个突发状况，我们检查室的小罗罗欣然可能遇到了一些危险，你赶紧派人过去支援。在什么位置我也在等，我等他发给我，大概方向就是从城东开往海平的高速公路上，赶紧的。 罗欣然，要稳住，放松，没事儿，我刚才已经报警了，圣罗明、圣科长马上带人去支援你。等一下，罗欣然是你的女朋友，她是检察官，她秘密潜入我们的沙龙，而你居然不知情，谁信呢？你们为什么不信呢？所有的事情我都参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所有皇上的事情都是我做的。他们还是要针对张书记，他们是想通过加害张一伟的女朋友乔伊来激怒张一伟。 皇上张一伟在监狱里犯错，你记住，这才是重点。包括张一伟的事情，包括积极性上风，包括鼓动郑双雪去影响张佑成，这一切都是我设计的，我带的团队设计的。而且他们不只要害张一伟。 还有郑双雪，更可怕的是，他们所做的事情都不违反法律，他们要钻法律的空子，而且他们手上有10亿的资金可以运作。让你们既没有违法，又能把事情办成，我怎么可能带着一个检察官去捣乱呢？小罗，你听着啊，一定要稳住，郑国平、郑科长带着人过去支援你了啊！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我开微信的位置共享给你，就知道我在哪儿了。 好，我现在已经在跨海大桥上了，我开得很快，别怕啊！罗欣然吃醋了，他以为我有外遇，他在跟踪我，这很好解决。你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把事情解决掉，可以吗？我求你了，行吗 ？Fuck！ 欣然，欣然，你听我解释，你开开门，听我解释。欣然，咱们都冷静点，你听我说，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能够买房子，能够结婚，能过上好日子。我现在日子就挺好的，我已经有车了，很快就会有房，我不需要钱的东西，我也不需要10个亿。欣然，你今天听 no 的这一切不能和任何人说，你说出去我死定了。警察就快到了，你准备自首吧。 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自首什么？啊，我自首什么？欣然，欣然，欣然，你不能低估他们的实力。喜有网有9000多名员工，年产只有几百个亿，他们连张佑成都敢坑，你想想你自己的身份，他们会把你放在眼里吗？你不知道你面前站的是一个怎样可怕的巨兽，欣然。可怕吗？我们的人就快到了。 剩下这点时间，你好好想清楚，你背后的人是谁，干了什么，想清楚的话就好好交代，一个都别让他们跑了。
欣然，我非常了解法律，我做的事情没有违法，我做的事情没有任何问题。欣然，你做的事情就是在钻法律的空子，是颠覆法律的作用。你这是在玩什么？黑金帝国是吗？想用金钱建立一个只有你们能控制的社会，对吗？你看看你自己，你现在是什么？穿着西装的黑社会。我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你再想一想，你还有机会的。没有机会，我面前只有一条路，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也没有第二条路。车祸了，一辆保时捷被一辆货车给碾了，里边的人全碾碎了，头都看不见了，可惨了。那里边什么人？我也不知道，里边的人都是烂了。不过另外一辆车上好像有个姑娘，好像是个检察官。现场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这是事故现场，不能进去。先生，您冷静一下，请你配合一下。事故现场不能进去。对不起，不能进去。先生，真不能进去，现场已经封锁了。先生，请退后。那是我老婆。先生，卫立，卫立，卫立，先生，你冷静一下。
现在病人很危险。伟立，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伟立，先生。你冷静点，他在那边。老冯，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刹车坏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刹车真的坏了，撞的人，撞开，全都飞了。我闭嘴！我问你，你是不是去买彩票？我买什么彩票啊？我是去送货的。撒谎！你去买50万的彩票，你设计的很高明，你让车堵在路中间，然后刹车失灵。你们管不了我，交警来了。哎，交警同志，干什么？交警同志，我不能跟你们吵。交警同志，什么情况？揪住他干什么？他是杀人凶手，我不是杀人凶手。行了，放手，放手。我是郴州地区人民检察院冯森，我现在怀疑他涉嫌谋杀我们检察官，他必须马上配合调查。哎，冯检察官，别激动，你听我讲。现在还没有到监督执行的阶段，出了这么大的交通事故，我们先要处理现场，先要疏导，积极配合一下。谢谢你，谢谢你啊，好吧。行，这边交给我了，小刘，我们现场，快去。你干什么你？啊？走，过来，冷静一下，来坐我下。说，老冯，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帮上忙的？你派人帮我开车，我去医院。派人帮我开车，我去医院。哎呀，你放心吧。哎，小刘，来。什么情况？敌人已经发起总攻了，他们已经由原来的舆论攻势变成暴力手段了，后面有可能情况会更复杂。老张，我们得准备收口了。
这个洛欣然是怎么回事？她无意中撞见了她男朋友邓耀先的秘密集会。这邓耀先是黄雨虹专门请来对付你的，他负责成立了一个公关团队，专门研究怎么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设计陷害你和你的家人，包括张一维两次被告强奸，还有最后在留置室发生斗殴，都是他亲自设计的。因为郑双雪请他做了张一维的律师，所以他想害张一维太容易了。这个郑双雪啊，就是短视，遇人不淑，还无力分辨，整天就在我这儿胡搅蛮缠，成不了大器，难怪他们无双集团总是出事儿。嫂子也没什么大错，就是女人的常规习惯而已。现在啊，是黄雨虹必须要逼你就范，救出黄四海，因为我找到了一些黄四海故意杀人的线索，只要这些线索被确认为有效证据，黄四海难逃一死。所以他们现在是红了眼睛了，召集集团开会策划，就是他们发动总攻的号角。好，图穷匕现，看来要决一死战了。我刚刚说的这些情况是罗欣然冒死告诉我的，可是现在邓耀先已经死了，死无对证，只有罗欣然一个人的人证也无法说明什么，我们还是无法从法律和行政上采取什么行动。常规的路子不行。没错，咱们得演戏。没问题，我可以配合你们，但是时间不能太久啊，你得尽快布局出结果来。会的。张一伟表现不错，应该会有一些新的线索吧。这小子只要不是我的命令，他都表现不错。是，不过没事的，一伟会好的，小瑞也会变好的，他们都会好的。快了，快了，是疖子总会出头，十年了，他们一定有关联。我要把我的事情报，我爱人郑美丽死了十年，这个需要真相，必须，我看到了，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老冯，你要冷静啊啊！是，我知道你为了郑美丽的死下了十年的决心，我理解，都理解啊。我们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你懂吗？哥哥，打我两拳，来，打我两拳，打呀，使劲打，让我疼，打！好了，没事了。老冯，一定要记住。绝对不能越线啊！放心，我要越早越了，不会等到今天。家伙也太猖狂了，居然敢在高速公路上直接追杀检察官，必须严查到底，绝不姑息。您说这些都什么人呢？什么人？这还用说吗？领导，一伟现在在监狱里，我担心他的安全。这个监狱是谁开的呀？是黄玉红他们家开的吗？啊？政法委书记的儿子在监狱里难道不是最安全的吗？如果张一伟在监狱里都有危险的话，那我这个政法委书记还有什么干头？您分析的对，一伟现在在监狱里倒是在比别的地方都安全。
我来。不用了，我还没老，这点能力还是有的。领导，您看这今天发生这么多事，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说。垂死挣扎，正好是收网的时候。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保密，有关案情的信息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尤其是郑双雪。啊，您放心吧，我一个字都不漏。好，你先回吧。陈秘书，你到天平茶馆来一趟。您请。郑主席，您没事吧？我儿子关在监狱里面，跟黄四海一个监舍。现在黄四海很有可能马上被重审，如果证据确凿，有可能会被判死刑。现在邓耀先也死了，罗欣然也差一点被杀呀，这些都有可能是他们干的。你说我有事儿没事儿呢？你告诉我，你不是跟老张到医院去看罗欣然了吗？听到什么消息了？这郑主席，您到底想知道些什么呀？所有有可能威胁到我一伟的，我什么都想知道。我现在只关心黄四海会不会被判死刑。看着我。第二，你必须马上给我出一个方案，保证我一伟的安全。不是，郑主席，一伟现在在监狱里，那安全的很，那地方晚上都开着灯，有24小时监控，没人敢伤害的。你现在让他待在一个10个人一间的监舍里面，整天面对那些作奸犯科的罪犯，还有一个随时想害他的黄四海，你们让我放心啊？我告诉你，你必须保证我一伟的安全。陈广军，你再哭，警察就来了。你这又做噩梦了是怎么着？大半夜哭哭啼啼的。我说伟哥，你大半夜都不睡觉，你盯着人家沈广军干嘛呀？你什么意思啊？你不也没睡呢吗？这都后半夜了，怎么没换班啊？振东哥，哎呦，怎么那么烫啊？振东哥，你发烧了？哎，振东哥发烧了？谁发烧了？振东哥。弄吧啊！我擦，是烧了，还挺烫的。当奸细就该发高烧，他妈烧死你！你怎么着？我找值班警官去。站住！
干嘛去？干嘛去？胡大军，你什么意思啊？张一伟，能跟你在一个屋里睡觉，缘分。你都这德行了，别每天摆着一副政法委书记公子的派头。到了这儿，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得给我窝着，听明白了吗？没他妈明白。人都烧成那样，烧坏了怎么办？当他妈奸细，烧死了活该。谁要是向上面汇报，谁就是同伙。王少，您吩咐怎么干吧。这不他妈没死吗？他不是不服气吗？当奸细，他不承认。这可是他自己他妈作的啊！怪不得我们不帮他。怎么，老张，你想救他是吗？可以啊，那你代替他。行，我替。我倒是挺感兴趣的，你说怎么替？大军，你带咱们张大少爷开开眼。走。走。躲开。神经病吧你。这个事情从来没有人告过密。如果警官知道了米振东的伤，那只能是新人告的密。大家伙听见没？听见了。又吃思念水饺啊！成天吃水饺，也不知道吃点别的。就喜欢这一口，这么多年习惯了。今天高速公路上的事儿，我听说了。是吧？报道中说只是一场车祸，没说别的。这跟黄四海有没有关系啊？工作上的事儿，别多问，不好。我只是担心一伟。黄玉红再这么搞下去，迟早是身败名裂。嗯，你们无双公司别跟他扯上任何关系。我们现在想跟人家扯上关系，人家也不理我们，我们还在苦苦撑着。要是青海的太阳能项目拿下来，还能缓过点儿。支援西部大开发，这是好事啊！新能源在咱们国家大有可为，何必非要去欧洲和北美呢？我是一直劝你们，在国内找到新的增长点。哎，那个黄玉红，公安就不对他采取点什么行动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也太可怕了，不会听之任之吧？我再说一遍，我工作上的事情，不要多问。我一点都不想干涉你的工作，我只是担心儿子。你放心，一伟比你我都安全。你要是真担心的话，你倒是可以担心一下我，我才是最有可能被人谋杀的。你就不能说句开解人的话呀？儿子现在在监狱里，你又这么说自己，你是不想让我活了吗？少雪啊，
咱们这个家庭必须得承受这一切。其实和冯森比起来，咱们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你的意思是，我没有像郑伟丽那样被五辆车碾死，就是幸运的，是吧？少雪。少雪，少雪，缩小，缩小，把这话筒缩小，再缩，缩，缩小，缩小，缩，再缩，再缩。坐坐，好好，别动。看一下这个，现在这几个编队，对吧？哟，老冯来了。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技术支队范队长。这位是陈州地区人民检察院巡回检察组冯组长。冯森，久闻大名。来来来，坐坐坐。老冯啊，哎，这个时间紧，任务重，咱就不瞎聊了啊。关于930谋杀案，在冯组长的天才的突破之下，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现在呢，通过技术支队的同志们，尤其是范队长亲自组织了这次鉴定行动，大家加班加点，取得了新的进展。范队长，你来给大家汇报一下沈广军失踪手机上信息的恢复情况。简要介绍，明白。方组长好，哎，非常荣幸和您这样的高手一起工作。的确，这次突破让我们非常震撼。930谋杀案这个案子，大家奋战了那么长时间，没有任何的突破。冯组长，您带着专案组，哎，不走寻常路。咱客气话就不要说了，直接说正题。好好好，我这人说话就稍微有点啰嗦，你随时打断我。小秦，把咱们准备的资料给两位检察官发一下。我先从啊沈广军的这个手机视频的技术鉴定说起。手机画面的左下角有一个人的手指头，我们经过技术处理啊，基本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指甲盖的纹路。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直接地找到嫌疑人，但是如果一旦我们锁定了几位犯罪嫌疑人的时候，这个手指的纹路就发挥重要作用了。范队，技术支队真是实力雄厚啊。对，我原来只是推测屏幕下方的那个小黑点有可能是有人拿手捏着手机放视频，这没想到现在技术这么发达啊，恢复成这个样子。技术支队牛。我们是这样，我们技术支队经过两天两夜连续的工作，手机芯片上删除的东西80%都恢复了。930谋杀案的第四人，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一定和沈广军有着深仇大恨，或者至少是他非常熟悉的人。我们从提取的手机芯片的数据里边，我们整理出3152条。手机微信上大概有10G以上的内存我们回复了。我们从手机短信上梳理出几十组人物关系来，既有同学也有同事。范队，不好意思啊，其实我特别关心的是微信的恢复情况。微信的恢复情况有啊，我们给到您的这个资料后面有个 U 盘，上面也有。哦，嗯，哦，所有微信的文件都在这里面吗？不仅是微信内容，所有的数据我们现在都汇总在这儿。现在能放一下吗？可以啊，快放，快放。这个是按什么方式排序的？现在是按文件名顺序排序。能按时间来排列吗？可以啊，可以，可以。就从最早的一直到930案发，是这样排序的吗？对，我们看到的最前面的这个记录就是930谋杀案当天的微信记录，对吗？对。哦，把最上面的两个打开。上面的时间是2017年9月30日15:45到15:49之间。
那就是930谋杀案，案发前20分钟左右。这个是谁啊？让沈广军必须要去过一个什么地方？这个能分析出来吗？现在这个手机微信的丢失比较严重，目前就恢复这些。这个微信的名字就只有3个8。对，现在就体现出这3个8来。888跟那个沈广军的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部给我打印出来。好，我们看看是谁。这个人如果没猜错的话，我心里面倒想到一个人。写了个名字，我把它压在这儿。啊，面对，我这两天也没怎么睡觉，我到旁边那个小会议室我睡一会儿。我醒了以后，我希望咱们技术支队分析出来的结果能跟我写的这个名字是一样的。冯组长很自信，我很自信的能睡着。多少回迎着怀疑的目光，懵懂选择梦开始的地方，有多少回抬头仰望着天空，默默忍受假装低头坚强，当命运嘲弄所有困难抵挡，迷失的方向，拼尽了所有的力量，像一道光，刹那间抓住这辉煌，追寻着你的方向，燃烧我